你是利用你的胳膊长，胳膊和腿的长度，你根本就没有，没法打那个球。所以这样，你现在啊，你别追求你这个手的效果，你这样，你这样，你学一个最简单的步，叫什么呢？叫并步。并步啊，行啊，按完了，一二，按完了，一二，什么意思呢？你拉完了正正好这杆球，知道吧？要反手走的时候，先进右脚，右脚左脚打，然后是左脚右脚打，然后是右脚左脚打，左脚右脚打，知道吗？跟走路一样，一二三，一二三。一二走，第三下打球。一二走，第三下打球。来，一，对呀、啊，来，走走，对，右腿，伸进左腿啊，左腿没有了，这手上你先别管它，右腿，左腿，你现在过来行，回去不对了。我觉得这样不能吃。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。我不告诉你们，你现在先别管手上，先把脚走利落，两步给它走出来，那感觉跟走路一样。对啊，别停，别停。